林心如19号出席白内障卫教记者会，说起自己平常虽然很重视眼睛保养，但因为太常用手机想管女儿的时候，竟然反被念一顿。我每次叫我女儿说，你不能看这个，不能看 iPad， 不能看那么久，那你都一直在看。妈妈在，你都怎么回她？妈妈很软了。我说，她说你没有啊，你在看这个有照片的。我会就是会收起来一下。她说那你自己也看。我说哦好，对不起。我就收起来，有时候去接他嘛，然后在车上他会说妈妈可以借我看看你的手机吗？我说在车上不能看手机，你刚刚也在看。所以就是真的对于小孩子你真的要以身作则。阿华哥都会帮忙请示。对啊，但不晓得，因为他现在在工作。我还好，我现在对于那个自己的生日好像比较没有像单身的时候这么热衷。单身的时候就是会一直哇要很热闹啊，要大家一起庆祝啊什么的。但是后来因为我们家的生日都在年底，就他的生日，然后女儿的生日，然后再最后是我的生日，然后过完他们两个生日，我觉得我生日也差不多过完了，就会有点累。近几年都是跟家人一起吃饭这样。叫出去还有情趣吗？当然了，这个跟过不过生日没什么太大的影响。